国家经济发展中，企业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引领我们迈向经济的发展，新时代，新世界。做 business 的多少呢？它可以帮助很多企业家，给了我们中小企业有一个对外去宣传我们公司的一个平台。Continue to do greater things and be unstoppable。通往商界星辰大海，迎向而上，迈向事业高峰。你们的成功不仅是拓展商界的成长，也推动着整个商业的发展。